大家好，今天来我叔家的鱼塘呢，刚刚捕几条大头鱼回家。今天好像是请客，然后要几条大头鱼。这个鱼塘呢，还没有干到位，干到位的话就不用用这撒网，直接把鱼拉上来。这是今天试一下运气，我感觉第一网能够捕到，这里面好多鱼。不知道有没有，应该有吧。哟，大师爷，这个是小杂鱼啊，这大头鱼没捕到。希望中一条大头鱼啊！一毛鱼，一斤鱼。大头鱼有三四斤。啊，没反应啊！估计又是鲫鱼。这次都没用。都是一些小杂鱼啊，这大头鱼捕不到，小杂鱼倒是挺多的。这一网这个小杂鱼有十几二十条，这么多，这么小，估计这个大头鱼啊难搞啊，这个大头鱼都在水的中央。碰下运气，运气好的话就网得到，运气不好的话就算了。运气不好就拿这些小杂鱼给我叔去做酒。这两条鲫鱼啊挺大的，等我撒不到大头鱼就把这个鲫鱼送来拿给我叔。这两条鲫鱼有半斤了，别动。 OK 最后撒一下，撒不到就算了，好累，这穿一件衣服都在出汗了。能不能捕到大头鱼就看这一天。这几天我们这边的天气比较好，都是出大太阳，穿一件衣服就可以了。估计没有。鲫鱼肯定是有，大头鱼估计就没。又是真的啊！哎，这条鲨鱼都是鲫鱼，两条比较大的鲫鱼在里面。这弄到了好多小杂鱼啊，很小很小的，就是手指这么大。这位大叔把它捡回家给他的鸡吃。要你几个奖啊？十载。十载啊，掐得好哈。养了四只鸡，吃得这么好。这个大头鱼搞不到啊，就搞到了几条这个稍微比较大的鲫鱼。这个鲫鱼拿给我叔，今天下酒去。一共有一条、五条、六条。现在把这几条鱼啊带回家给我大叔，回家了。